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机械小卓。MATX 主板加标准 ATX 电源的风冷方案，为什么要上 C 加 Max 不用 CR8 呢？ C 加 Max 的横空出世，其实就是为了体型庞大的40系显卡而设计的。像我们现在客户的这一套主机啊，反 U 是 136K 火加电竞雕的 B760M， 内存知奇的幻风戟6400/32G 乘2黑色 RGB 灯条。然后337呢，我们也是选择一款纯黑的，利明的 FC140， 固态三星的980 Pro ET， 然后显卡呢是华硕的猛禽4080，357毫米的长度也是只有 C 加 Max 能容得下了。高端配置，电源当然也不能弱，口碑质量一直很稳的海运 GX1000瓦，标准 ATX 尺寸，兼容性强，再加一套我们家的黑色硅胶定制线。因为是风冷方案，我们在顶部还有尾板再加了3个12厘米的风扇，可以有效的形成风道，提升散热的效率。这一套的总价呢，大概就是1.9个 W 出头。大家觉得这样一套配置怎么样呢？欢迎关注我们机械大师，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哦。